內，為確保列車運行安全，公安部門鄭重提醒你，嚴禁喺動車組內吸煙，因為動車組內吸煙會觸發煙霧報警，導致緊急停車。如果由於吸煙造成嚴重後果，將會依法追究責任。多謝你嘅配合。
車準備，起提醒車門接注意，市民已靠車門。落車時請注意車梯與站台之間的空隙，請照顧好平衡的小朋友。感謝你對我們工作的理解及支持，下次旅行再會。